阿妹，林俊杰 KKBOX 彪哥，谢霆锋也参一咖，张惠妹新歌身后，讲述失去挚爱的痛。日前 MV 首播，阿妹28日在直播，眼睛有些红肿，声音也哽咽，想起过世的二子，她狠狠哭了一场，表示这首歌能让她宣泄心中的情感，可以想念你们想念的那个人。阿妹28日在上海彩排演唱会，直播中她的脸上明显有哭过的痕迹，身后有林俊杰谱曲，歌手 Hush 填词。 MV 完成后，她一度不敢看完，直播是她想起二子，又忍不住哽咽哭泣。她跨年在上海开唱，虽然台湾歌迷无缘见到，不过他下个月20日将参加于高雄巨蛋举办的 KKBOX 风云榜，他当晚担任开唱歌手，和林俊杰、谢霆锋、陈奕迅同场飙歌。而林俊杰参与过6届风云榜，他表示希望能挑战没有玩过的。演出内容，新专辑《伟大的渺小》尚未发行，同名主打歌和另一主打 Until the Day 的数位音乐与实体的预购量已为华纳音乐带来1亿营业额。谢霆锋明年回归歌坛，他表示持续创作中，只要脑中有灵感浮现就会立刻写下。之前他拍摄美食节目时到过台湾，多在台北活动，这次期待到高雄有名的夜市和传统市场走走。